所以当你缝久了就比较顺哈，比较顺。那注意线的地方哈，就稍微有时候拉一下啊，注意不要让自己的线打结了。我们可以用针稍微把线的地方挑平。所以我们用手缝主要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一个缝纫皮革的这个缝纫机的话，其实像我们用这个手缝，我们也可以去做这一个皮革包包。那么呢，其实上可以做出属于自己风格的包包哈。只要你把一些基本的这个工具把它备齐，那有时候你做包包会做上瘾哈。所有的零钱包啦、小包包啦，或侧背包，都会想要自己动手做，那做出这个你个人风格的一个包包。好，那么同学再继续这个另外一边的缝制呢，那他也快缝到我们要做这一个耳朵的这一个部分。好，那同样的，你必须剪下一块小的皮，然后用零展来打洞。好，打洞之后，那待会呢，我们就像这样子哈，跟我们的金属扣件，好，这样子，这样，然后来跟我们的这个皮革。这个边线要缝的地方，这样把它对好。所以在这个部分，也就等于说，我们要把四片啊的这个皮呢，把它缝制在一起。那缝呢，还是一样啊，就是我们的双针的缝法啊，然后把它缝合在一起。那就是尽量依照这个所打的孔洞哈，然后把它对好。因为这个四片的这个皮啊，它是比较厚，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可能在施力上面哈，就会比较有点辛苦一点哈。但是还好，就是它缝的针数不会到那么多。那边缝的时候就边把这个线啊。做一个拉平的动作。还好就是我们有透过零展来打孔啦，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样穿针的动作而已啊。如果没有打孔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一个皮革这样穿越过去啊，那这所施的力道就要很大。那你可以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同学的这一个我们侧边的这一个耳朵的部分，好，我们耳朵的部分就是这样子的，把它给缝在一起。
那在末尾啊，最后一个孔的地方，我们一样啊，用我们刚刚侧边的这个十字的这个收尾的方法哈，来做一个结尾。好，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孔。好，我们要这个穿过来哈，然后绕过来，绕到后面啊。拉平一下，然后绕过来，就好像在绑东西一样，把它绑起来这样。好，另外一针也是，它从后面往前。把它拉紧，好，那再来是上面绕下来，这是绑上方的地方。好，另外一针就绕到前面来。那就完成了这个结尾的这个十字的地方哈，然后再把这个针往下面一孔啊，然后从中间穿出来，啊，从两片皮的中间穿出来，那我们再把它给剪断，好，一样的哈，收一下那个尾端啊，不要露出来太多，好，我们再用这个打火机稍微把它给烧一下，让这个线。收回去，那把它给这个整平，好，那么各位就可以看得到啊，我们这个皮革呢，啊，我们就连这个两侧啊缝好之后，连这一个我们要做提拔的部分的耳朵啊，在这里也都把它缝合完成。好，那这个也就是我们整个缝的手缝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手缝技巧就在这边把它给结束。那待会呢，我们就要继续做的是有关提拔的部分。